来看一下，这个有个叫切割名词的范例啊。这个切割名词的范例呢，并不难理解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一个 A 栏的资料，它要把 A 栏的资料每五个放，好，有没有？每五个放一列。那以前呢，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的话，你可能就怎么样 ，Ctrl+C，Ctrl+V， 对不对？哦，那你要做非常多的事情才能完成这个部分。那可是如果你有比较好的方法的话，其实哈，很简单，做好一次公式，向右向下，事情就搞定了。OK， 不过前提可能困难的部分可能还，其实主要哈，我这边用的几个函数啦，不外乎就是用 index。好，今天有讲到，另外的话用 row 加 current 就可以解决了。不过哈，这个难度有点高哈。这是我也是想了一下下，哎，但我的习惯一般我是说写一个 VBA 啦。不过我发现写一个 VBA 对我来说又更困难了，哈，难上加难，那非常困难。所以哈，各位可以想想看，那这个范例在哪里啊？基本上就在云端上，我是把它放在那个我们的。其他的那个参考范例里面，你可以找一下云端白板里面的就是其他补充范例。那我们是入门的部分，你找到有一个叫切割名字，大概如果你们带了，你可以把它切成那个清单哈，我比较习惯用清单检视，大概是在第五个吧哈，切割名字这边。那后面我有提示哈，用那个 index 和 row 加current 刚好就是刚刚讲过的，不过有点难度哦，这个东西里面的话怎么做出来？那基本上我做完的话给各位看一下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这里面的话不是复制贴上，而是最后的答案就是这样子。好 ，index 加上一个 current， 范围的话是这个范围的哈，然后呢？最关键的应该是那个哪一栏哪一列，就是你要取得的是这个列这个里面的哪一列，因为栏一定是只有一栏，因为这个对照表没有第二栏，只有一栏，也就是说关键不在这个，这个一定是一，关键在这里。好，那这个东西的话你会发现会有 current， 会有 row， 会有加，会有减，会有乘上它的倍数。最后的话做完之后呢，当然你就可以向右向下一次就可以完成。不过呢做完之后这边会有 reference 查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超过那个范围了。所以最后这几个要不呢你就是超过范围的话你就不要让它显示，你可以再加一个那个 if error 啦，就是那个错误的话可以再把它删掉，因为我已经够复杂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加上去了，我就手动 delete 掉这样子。不过结果当然是一样的，当然你可以自己再加一下那个我们需要的。那可是问题这个地方怎么做到的？最后完成的画面大概是这样，是长得像这样子 B 栏到，我是把它放在中间隔一栏而已。好，那不过讲这个之前的话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最后有特别提到的，就是九九乘法表，有没有这个东西？这个九九乘法表，等一下各位也可以练习啊。你可以新增一个，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。那当然你要把这个一乘上一等于一。我这边的话呢，基本上前面的应该是栏号，后面的是列号了，跟着，所以这边的话，等于是前面是一个 column， 后面是一个 row， 最后才是相乘。那实际上我只要做一次就可以了，所以这边的话我是先插入一个函数 column， and 串接，有没有串接什么？串接一个 x， 这个 x 实际上就是乘号，在 and 什么一个 row 就是第几列，然后中间加一个等号，这个也是串接，所以前后串一个等号。那最后面的话再把两个最后相乘，两个最后相乘的话中间加一个 star 的符号，表示这两个最后相乘。那其实你要做一次之后打勾，假如说我这边都还没有，这边都没有出现，假如说是做完一次之后向右，应该到 I 吧 OK， 向下你会发现做一次全部就做完了。
为什么？因为它会自己去抓你的列号跟栏号 ，OK， 好、哦，所以这边的话呢是利用那个 current， 好、哦、，current 是栏，加一个 row， 可以自动做出这一个九九乘法表 ，OK， 好、哦，这个刚刚讲到了，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啊？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 current 跟 row 的概念的话，你等一下的东西应该会很不容易理解。但是如果你已经熟悉这个 current 跟 row 的话，其实以后呢，你要自动去抓某个范围的资料，比如说像刚刚那一题，纵向的一栏，要把它变成五栏的话，就很简单。那相反的，你要把五个栏位转成同一栏，可不可以？哎，当然也是可以啊，观念一不一样，其实也是雷同。OK， 所以为什么要先讲这一题啦？主要就是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哦。先试着把这个九九乘法表的部分先做完 ，OK， 第一个哈，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一些些。哦，做法的话特别注意啊，我把这个做的过程给各位再做一次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其实插入函数对不对？你可以先找到那个 current， 然后呢，这个按确定就好，不用 reference。后面串接，因为我要串接一个 x， 哦，所以再串接 end 嘛哈，然后呢再插入一个 row 啊，插入 row 的话记得从这边点。row 把 row 加进来，按确定，然后呢再串接一个等号，所以 and 再一个等号，好，等于什么呢 ？and 把两个相乘，啊，我习惯是把这两个哈 ，Ctrl+C，Ctrl+V 贴上，不过不是串接一个乘号，是把这个串接的乘号改成乘这个乘，真的相乘，按打勾，然后向下向右，哎，全部就做完了。好，其实你会发现做完，哎，很快哈、哦。那当然哈、哦，那个听说那个台湾是背九九乘法表啊，不过印度好像更厉害，他背什么？是十九乘法表。十九的话就是说一背到十九，好，我们是到九嘛，九九八十一，它是十九乘十九等于多少？所以印度人的数学好像感觉上应该比我们更厉害，所以他们写程式反而比我们更厉害很多了哈、哦。所以 Google 里面请了蛮多那个。都是印度的哈、哦。那不过如果你用这个逻辑来看啊，如果你要做出19乘19的话也很简单嘛，往下拖有没有，然后再往右拖，拖拉到多少呢，拖拉到19嘛、哦、这边是 16,17,18,19, 哎，也可以是可以。那如果你宽度不足的话，你可以再把它这边格式自动调整栏宽一下。OK,19 乘19就出来了 ,361。我说真的，背九九乘法表已经够多了，他背到十九乘十九，哇，那所以他们算的比我们更快哈、哦。那当然这个地方延伸性的，主要是九九乘法表就可以了哈、哦。你们可以试试看。然后另外的话呢，请各位哈、哦、再到云端上面，就是其他补充范例里面找到这个范例，切割名字这边，然后你把这个范例档下载下来，并且打开来，好、哦、看到。那它的那个范例哈、哦，哎，大概长这样啊，你就是里面应该是这个是空的啦。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哈、哦，把它切割成五栏，帮我本来从一栏切割过来之后呢，变成有五个栏位，那我该怎么做？好、哦，里面的话提示一下，就是用 index 再加上哈、哦、current 跟 row 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、哦。